二一，开始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啊！我为什么要扶我？没，陪你一起上去。我坐电梯啊，为什么？哎，我今天肚子好大，超大的，我刚刚想说之前哪里太大，我不好意思讲。还好你来上课，我真的有氧，我可以坐一下吗？小松，你喝不完，男人的面子就挂不住啊！我一定会比他先喝完。养卡了都跪在旁边，那怎么办？这样好吗？阿哲，你是没什么喝。真的。哇塞！好，结束。你要量别人不小。对啊。小松，你有喝完吗？喝完，开玩笑，不会丢我们 NBA 男人的面子，是不是啊？是。Emily， 你呢？我不行啊。他干嘛？那我是我们 Isaac 最后一杯喽，有录影，麻烦您展现一下男人的面子好吗？那 Emily 吐一定要拍一下的。嗯，在他吐。整个嘴巴都酒精味，好恶心哦！ Emily 吐完好舒服吗？我没有吐啦。小三，小三，哎，全部人就看你这杯了。这有什么？好，喝光。哦，逆性的这有。快点，全部人在等你啊！好晕啊！我努力养你。那杯叫满月梅。又加一打。你哪有那里面酒液？好厉害哦！可是还剩一点呢，要喝干净。呀，就可以打。好吧。来几杯开奖。来，最后一个，每个人跟 Emily 说一句话吧。那个，下一个会更好。耶！加油！我都在，我都在。好了，好，不要为难他。拜拜。